What?李信慢慢靠过来喽，有可能变成3打3的局面，但是眼睛应该有照到吗？看李信抓 K 位，4打4的，李信回补过这个2个常见的伤害还算是很够啊。对，你太去理对面哦，因为这边的辅助 Kino 也来了。但这样子的话 K 位的这个掠食者开掉了，一个掠食，哎，闪现 Q， 一个闪开，这边靠136急速名字，哇，这一波的爆发拿下首杀 First Blood， 至少没有说一开始就掉个什么10只 CS 啊之类的。那李信从后面慢慢摸过来，已经有只粉眼在了，李信上到6等。 而且他的装备现在很痛哦，要 Q 吗？抓到了这里的射飞机，哇！易队的 QRQ 直接秒掉。哇，我觉得然后战神这样子的装备是可以秒杀吸血鬼的，所以他才来跟上。哦，要来抓 Licky 吗？现在发现了有机会，李信过去 ，Licky 现在开始写下大招，往后面拉，他闪现还在手里，成功躲掉李信的第2段攻击，有危险。但伊泽瑞尔 TP 上去 ，Wako 还没有 TP， 用走的。 有没有机会呢？要看李信想不想要拼一个，把它拿回来，或者是逼到对方马撞掉。哦，这个 poke， 来，瓦口已经交 TP 了，现在谁抢到这个预知者？结果看来应该是蓝方拿到，我刚没看错的话。对，牛上去想。哦 ，Kino 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，海克斯克力闪现 ，WQ 哦，闪出去 ，W 过去，直接把这边菜皮的闪现给逼掉。这波其实细节上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我这边风龙开吃。 阿爸成功的把这边的风龙给掌控到手里了。哎，这是瓦狗想开秀，直接往前面冲了一波，菜皮要死了。李信大脚一踢，拿下人头3-0的开局。要炫耀，然后这种临时的判断是什么？没有含扣空间的。对，哦，这里是要来抓欧拉夫，但欧拉夫已经开启了大招，无法阻挡。瓦狗是没有闪的哦。 可是上路这边李信来了嘛？李信来了 ，Zip 直接弹塔，侧边的话看立三桌也过来，这次的 combo 应该要接好才对喽。对，接得很漂亮。这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李信，如果肥了，那吸血鬼就会倒了，因为呢很痛，真的扛不住，很拼哦。因为立三桌会传哦，立三桌传已经传了，会有人传在下面3角草，这里要抓谁？抓 Score 吗？结果这骑士兵是过去把 Score 闪现给逼掉，但没有办法补上后续的 CC， 不过火龙 AHQ 有机会接手。这边陈顺风有隧道的对方33血量非常低，自己比较跟闪去往上面拉，火龙 AHQ 已经拿掉了，过去3死去，但李信呢想要来输出，结果也只能往后面来做撤退，结果血鬼给秒全部。这一波的伤害 AOE 爆发，直接又把亚历山大带走，再带走一个利山卓，0换3的会战，这个会战可以哦，要送了吗？要送了吗？挖口血量还有1半，侧边 Zip 想来抓人，有没有机会抓到他们小？ 小恶魔被打飞之后抓起来之后，想要瞬间逃走，但是有没有机会呢？往这边来做拉扯，剩1点点血量，说还没死，再闪现进这边龙池，李信没抓到对方，伊泽瑞尔已经收掉人头，而且凯撒已经倒在射击手上，左边的这一波又被抓了回来，拒绝斧头，但是被4个人轮流的暴打，看来也是要倒下了。这一波的会战又是阿法大获全胜，这波伊泽瑞尔太秀了吧，小恶魔选101猜错，因为他在龙池旁边的那个三角点。 然后跳闪现过墙的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重播。其实这波他一开始没有捡到灯笼，对他来说就已经有点小亏，因为这个点牛的这个闪现 W 是有中的，但就这个点的闪现太强了。哦，是奥数月前太强了，这个真的是，哦，这个真的是 Oh my God， 真的是 Oh my God， 真的扯啊！他这个活了没有倒？ 这 H 要崩，他一开始是因为速度来不及，可能先交闪，然后再交奥数月前，现在可以打残不能秒，应该会差1点点。 开了，然后被看到了。这波开了，但被看到了，这要拉掉的，这个吃了就死光了。但 AHQ 这里会被打残，然后牛如果被抓，牛就会死。哦，结果牛真的被抓到了，牛抓就会死。这是预言家吗？就抓到就，哎，死了，抓到了奇异果哥哥。哦 ，W 空，不然就死了。因为对这个瓦口的虚空。 要来做防守才行。哎，李信到得了哦，李信到得了。发现剩下6000滴左右，下个水月神石补加血量。是巴龙钓鱼法，传说中的用巴龙来钓鱼。哎，这个睡友蔡平真的强，巴龙开战，蔡平一定行，真的行，真的行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 ！LS 被勾到死去，蔡平强行 carry， 他这场中了几个陈春润就不说了，太强了吧！然后巴龙超级难打。 看来剩下2000多滴，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防守机会了。巴龙就拱手让人，这吸鬼装备不太正常。你就认真看到它是个3件套，不太正常。三血魔不见了，想开战啊！开了 ，AHQ 主动开抓死伊泽瑞尔。等一下，李欣的奇迹会战，小恶魔不科学会战来了。小恶魔这次也被李欣嗅到了 ，Alex 他那一脚踹脸上，也是在玩不同的楼啊。你来看就知道，他也是玩不同场啊。 这都是不同场的人玩出来的内容啊！你看这里，冰雨进去一个闪定，然后全部接在蔡皮身上，然后李欣进去把伊泽踹出来，伊泽死了。哎，那刚刚这里抓蔡皮的理由是 Kino 被抓了，大招，然后交闪线往上面过墙，成功逃得掉吗？这边看到小恶魔过来了，有管束在，这个寒冰霸权的效果补上几把攻击。死前一个 WQ， 没什么差。哎，这个又占了一个很可怕的位置。李欣现在看到想秀小恶魔，哎，欧拉夫开的大招，不过李欣有点危险，交闪。这边的话，Wako要做精彩的输出，左半边这里有没有碰撞？有没有机会呢？看一下Wako还在往前点，带红 buff， 但 Kino 已经快要倒下了。一直热刷了一下自己的大招，精准弹幕消耗了一下Wako的血量。小恶魔。 非常硬，哇！蔡平想笑收掉 Kino， 被宰成牛排啦！蔡平真的一定行，真的强啊！哇！蔡平的这个 hook 我没有很懂，巴龙掉了。这个 AHQ 是走一个这个巴龙没关系路线吗？我还没有很懂。而且这个巴，你吃这个远古龙，感觉是帮别人吃的。来帮我拼点喽！这边看来要吃到，等下3个人好像不行，李欣也不在，双龙送人，李欣不在啊！善良的 AHQ 吗？ 谁拿到？最后面几下，凯莎拿到了 ，HQ 拿下来了。不善良，要跑才行，必须得跑。凯莎已经死去，上半部要追谁？追第三左 ，Rambos 的骑术兵是来不及出来，就已经倒在蔡皮的手里。下半部的话，看到 Zippo 开了一个大招，但是一个撞墙，在交 TP， 想要回家。这边 Kiwi 没有 CCG， 好像断不了啊。尬笑哎，这样你也踹，这中路团我就没搞懂了，真的这样踢哎，他这个团其实开的没有很有逻辑的，没有很有道理，你知道吗？他开的这个理由就是他想要把。 这Wako运进来啊，Wako是运进来，可是 Alex 没闪的，然后没有大了，没有惊人，全部都暗光了，血量也没了。对，然后这里的伊泽瑞尔其实因为满装的关系，他多了一个大天使那个炽天使杖，他开了盾之后这一波挡住了，然后蔡皮来了，这波完美伤害输出 ，biang biang， 哇，收掉人头，真的蔡皮真的。现在其实 AHQ 是有这个远古巨龙，他有这个燃烧的 buff， 怎么好像这 Alpha 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尊重的感觉，一丝尊重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他刚刚是不是满血？ 原来不尊重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你的牛在他面前跟没穿衣服一样，难怪不尊重。哦，这个打50滴就倒了，合理。下路线2塔直接推霞带帮 buff 的阿爸，现在点的是高地了，中路高地已经掉了，这里要来做强开，哎，一泽交位移了，要抓人抓谁？抓欧拉夫，欧拉夫血量偏低 ，Zip 弹了很多的血量，左边在抓 Licky， 但是。 小恶魔已经收掉了中路的 Rambo， 往前面再来做输出，一泽瑞想要也很低 ，Zip 不行了，只能往后面推到塔的旁边来寻求庇护，再往温泉去寻求补血。这波看来是阿法的大节奏，这波团战很神奇 ，Rambo 连大决战不出来就暴毙了。嗯，很神奇，这团战很神奇，大招没按就死哦。这波 Zip 进去还算是扛好扛满，但是哦，凯莎拉一下位置，有没有机会想秀？嗯，现在两路嘛。 主堡塔还没断的话，对 HQ 来说还有一丝生机，一丝不多，就一丝，还有一点机会。现在能不能扛住呢？这一波没了吗？结果听到一次震3个还4个，我刚没看错的话，后面的话看到这一波往前面来做攻击，挖口在这里有没有机会来秀一波？但是血鬼的血量目前还算足够，而且伊泽瑞尔的大招有刷到对方2个人，差一点血量。现在看到欧拉夫已经把牛给收掉，就凯莎收了血鬼了。挖口有没有办法拯救世界？看到主堡在前面当坦克，要保护自己的主堡，主堡血量很低，剩下做1/3左右。 K V 不断在砍，开了一大招，再一刀结束比赛了。哦，这地方我觉得阿法一说最后的决断还是很好的。 他打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忘记 A 主堡就可以赢了，虽然B验到一半，但还是记得我们 A 主堡就好了。对，这是推塔游戏，不是杀人游戏啊！伊泽瑞尔最后那个炽天使杖的盾还在开起来，然后那个欧拉夫，你随着越打，他攻速越快，你主堡就爆炸了。对，看起来对于这个求胜心还是非常非常旺盛的。毕竟我感觉就是这个阵列的 AHQ， 他的问题反而变成出现在中路的部分。我感觉上冰女的这个会战跟大家的不在同个战场里面，就是他不管是会战中的发挥，或者是跟队友的协同上面来说。 其实这整场的优势都跟他没有关系，就是你就回想这场比赛的内容的话，其实觉得他们的优势是李欣跟牛去打回来的，对。但是